塞兹第四号学生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，这是德国作曲家塞兹为了学生练习需要而创作的协奏曲。曲子十分活泼，音乐的旋律也很迷人。乐曲中使用了许多发音和左手拨弦的技巧，制造出不同音色效果。大家可以听听看有没有听到这些特别的声音。